徐姐姐，我袋子掉了，能帮我弄一下吗？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没有了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你今天又是出钱又是出力，我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，那岂不是白吃你的了？你先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林哥哥，我想知道你家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亲人怎么会全死了？我想知道你这几年是怎么过的，可是我该怎么问你呢？你早都忘了云哥是谁，那个谁都不许忘的约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不想跟你兜圈子了，咱们有话直说。你终于想起要跟我说什么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接近我？